大家好，我叫吴怡萱，口天吴，友谊的怡，萱草的萱，你们也可以叫我阿萱或是萱萱。我今年21岁，是个土生土长的台南人。我的身高158公分，体重43公斤，目前就读于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演艺事业系4年级，喜欢戏剧演出及戏剧表演，平时没事在家也会唱唱歌、跳跳舞及做长笛演奏。在学期间出演过校内舞台剧，也帮过舞台剧及微电影做过书画。曾经也有一个机缘能够参与到大爱电视台大林学校的一个戏剧演出。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，谢谢大家。